最适合大龄小白转码的职业是什么？非 QA 软件测试莫属。三个半月拿到60000+的 offer， 其实很简单。大家好，我是职位推荐官李桑。最近北美有个行业火出了圈，那就是转码。因为工资高，但对语言要求不高，岗位多，而且工作稳定。很多的大龄朋友虽然很心动啊，但是看到的 IT 就会觉得，哎，没技术好难，无从下手啊。如果觉得做码农太难，又想入职热门的风口行业，那么为大家介绍一个适合零基础大龄转码的行业，那就是 QA 软件测试。选择 QA 这个行业都有哪些优势呢？软件测试职业优势有以下5点：一、入门门槛低，不管您是不是计算机专业都可以；二、初级技术要求低，什么也不会的可以做手动测试，会写代码的可以做自动化测试；三、很大的薪酬优势，普通的 QA 起薪一般在6万到7万不等；四、就业前景好。北美的 QA 行业人才缺口很大，就业前景非常好，基本属于供不应求。五、工作轻松，相比程序员而言，软件测试工程师的工作就比较的轻松，压力也会小得多。学习 QA 培训，去哪里学习比较好？还有去哪里实习呢？只需要3个半月的培训，学习了基本知识，从 IT 的基础、软件测试理论、实战项目、配套的自动测试工具，系统完整，在最短的时间内，让零基础的学员快速掌握当前软件测试工作的知识和技能。而且我们是校企合作，保证实习实战项目经验是我们的重点，有了过硬的技术加上真实的工作经验就可以上岗了。我们已经帮助数百零基础无 IT 背景的学员成功找到了软件测试的工作，这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。如果您想转入 IT 领域，请来参加我们的免费公开课，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帮到您。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截图扫码获得免费公开课资料，或者拨打咨询电话4166651888。